刘德华和妻女罕见同行，穿妇女装超有爱，为保护女儿大批保镖随行。近日香港媒体曝光了刘德华一家三口现身机场的视频，这也是记者难得拍到刘德华一家三口罕见同行。这次据说是刘德华携妻子和女儿从大马回香港，刘德华更是与女儿都身穿白色 T 恤和牛仔外套，妇女装搭配真的是十分有爱了。所以刘德华现在也是害怕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，因此才选择找大批保镖随行保护家人，可见他对女儿的关心和爱护。毕竟刘德华在年纪很大的时候才拥有了这样一个女儿，那当然是把女儿捧在手心里了。刘德华更表示自己现在爱女儿更爱老婆多一点，觉得自己要小心一点，害怕哪天对女儿的爱超过了对自己老婆。